平溪东势地区农会产销班所成立的良心菜播季在今天正式揭牌了，这对往后农民之家栽种的蔬果都可以拿到这里贩售，而且呢上头还有标示着价格，完全是采用自助方式。农会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呈现，帮助农民行销自家的优良蔬果，增加经济效益。平溪东势里大部分民众都是农民，平溪农会也在旧东势分校设立产销据点，并成立产销班，希望推广这里的优质农产品。农会总干事表示，今天成立的良心菜铺子也是要帮助农民行销，将自家种植的安心蔬果摆在这边，让路过游客挑选。较侪会，伊即摆要提去使用买，还是要深夜买？啊，还是蛮远的，交通都不方便的，没有开车，所以想到说我们这边有一个生态会馆，那生态会馆有蛮多的游客会过来这边，那游客过来这边，他看到良心菜铺的话，他回去他就带回去，然后自己拿自己缴钱哈，啊这样带回去以后，我想这个都是无毒的，都是自己吃的，所以他们吃的啊都会很安心。市议员林益祺也特地前来为菜铺子揭牌，并且现场担任代言人。林益祺表示，东势里好山好水，尤其农民种植的蔬果更是安全无毒，希望大家都来抢购，而民众也很捧场，纷纷跑来采购。你已经啊，坐坐落啊，坐落啊，好一点。我要三杯。三杯哦，正。来用一个小铺子，然后好娘农产，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一些农产品蔬菜，哎，再提供给咱在地嘛好啊，啊是讲来咱家当时给退休了，家剃头的民众嘛好，拢会使吼。来家，然后可以有好山好水可以游玩。阿哥，这样好吃的蔬菜，这么干净、这么健康的蔬菜，可以买回去大家共享。总干事吴清龙表示，菜铺子无人管理，农民自行将农产带过来摆放，然后将价格写在一旁的单子上，而购买民众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自行取用，将金额投进桶子里就可以。希望如果游客及民众多多支持地方农产，让农民的辛劳可以获得肯定。谢凤强，平溪场报道。